everybody， 现在是，哎呀，九点四十五分，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就是工作了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清醒，非常非常的快乐。但是我就是说，昨天睡得有点晚，现在还是有点迷糊。我打算早上用一首歌曲，哎呀，让一首歌曲来让我清醒。